干嘛穿成这样？你不是喜欢我成熟的样子吗？嗯，还不错。你喝酒了？开心了，我很庆幸我能来到这个世界，能遇到我的亲人朋友，还有喝的也太多了吧。不多，但是你，刘若琛，你是个意外。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！你知道这几天你都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觉得你能藏得住吗？别人拿照片来威胁我们。你是想上热搜吗？还笑？要不公开吧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以你的形象走到现在有多不容易。她又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何必为了她自毁前途啊？她是我的家人，我唯一的亲人。他现在名声特别不好，偷东西、打架、霸凌同学，不知道被学校点名通报多少回了。那这么说，我就更应该把他留在身边，不让他受苦了呀。不行，这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他会毁了你的前途的。学院我不去了，我不干了。钱明远，你谁？东哥，拍摄要开始了。你待会儿马上过来拍摄，我就当你刚才说的话我没有听到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以你的出身、你的身份，能有今天的成就有多难得。你也不想放弃你的歌唱事业，去刷碗摆摊儿，带着你的妹妹去讨生活吧？啊？他如果在乎你这个哥哥，他就会离你远点儿。为什么在我家？昨晚的事你忘了吗？你把衣服穿上，我有话问你。我刘若琛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的房间？不然呢？你都醉成那样，飞回去啊？昨天呢？你就是先用手搂住我的
脖子，然后啊，就顺势解开了我的扣子，最后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最后，你吐了我一身。嗯。好了，吃早饭。喝点粥，养养胃。我去帮你收拾一下东西。我把衣服洗了。给你赔礼道歉。这不是租我房子的那个中介的名片吗？还有这个钥匙。刘若晨，嗯，你给我解释下，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衣服的口袋里，而且这个钥匙为什么可以打开我家大门？这名片是中介给我的吗？说以后有租房可以找他吗？那这把钥匙呢？钥匙不说，那我现在就搬走。啊！我说，这房子是我的。你的？我，刘若晨，你这个骗子！你就是那个跳梯的房东。啊，你听我解释嘛，你又不住我家，我又担心你的安危，只能让你住这儿。这样吧，房租打折。骨折？那不要了。而且，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，不准私自进入我家，钥匙我没收了。啊？我还以为昨天晚上以后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呢。你不是自己说，我们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你确定吗？
果可以不回那个家，我可以回去好好上学，那该多好。让开，我回家。往哪儿走啊？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哦，就你那个酒鬼老爸，那也叫家？高宁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呀。不过我倒想问你最近在干什么，都不带我们玩了。我有自己的私事儿。私事儿？什么私事儿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？小叶到底去哪儿了？房间我都找过了，什么字条都没留，电话也不接。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都说清楚了。是啊，没错。但是我拍摄回去以后，他就不见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也许是和他朋友出去玩了。那也应该告诉我一声才对啊。他到底去了哪里啊？糟了，他会不会听到东哥让他离开我的话了？那肯定是了，他的自尊心那么强，受了委屈也不会说出来的，他肯定是听到了，然后自己离开了。现在主要的是先把小月找回来。哎，你打过他同学电话了吗？打过了呀。这上哪儿找啊？身为营养师的闺蜜，居然买这么多零食。哎呀，我就是喜欢吃嘛。电梯还在维修哎，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玩会儿吧。不用麻烦呀，走楼梯吧。逛了一天，我有点累了。走啦。来，我给你开门。小月，走啊。啊，走。你这么害怕楼梯，我们以后不走了。小月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？我杀过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个人他就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小月，我知道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没事，小月。怎么了，凡凡？你记起什么了？小月，他和我说，他说他曾经把一个女生推下过楼梯。
然后什么？然后，那个女生失血过多身亡了，小叶被送去了少管所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小叶她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先别激动，凡凡，你好好想想，小月跟你说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他说，是放完国庆假期的第二天，也就是2012年10月8号。不就是今天吗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糟了。那具体地址呢？还记得吗？启东路，对，在启东路。那快走吧，走走走。狗你卑鄙啊！狗偷拍我，我卑鄙。不过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带着我们干的卑鄙事儿还少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呀。啊，你嚣张太久了，现在轮到我说了算了，你得听我的。就凭你还嘴硬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给我们5000块的封口费，不然就曝光你。没准就在附近了。他有说什么地方把那个女孩推下去的吗？没有说，他一提到这事儿就很害怕，只知道是楼梯，很高很长的楼梯。这里这么大，我们分头寻找吧。那你？没事，我会隐藏好自己的，一有消息我就联系你。好。啊，别忘了，很高很长的楼梯，走。找到了吗？那儿，你怎么样了？他头怎么了？撞到这个了。我看一下。我没事。我们去医院啊。
没事吧，凡凡，走，我们去医院。没事，我不去。凡凡，我没事。凡凡，我们去医院。 滨海路。喂，凡凡。看来你很着急啊。凡凡手机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跟你玩一个王子救公主的游戏。 你说，我给你30分钟，如果你能找到的，我就放过你们；如果你找不到，公主可就要永远沉睡在黑暗里。你要是感动她一生，我就喜欢你的自信。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对了。 在童话故事里，王子永远都是一个人，你懂吗？停车，陈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停车！ 你们让我痛苦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
爱的吗？你删掉，给我快点。不，没有保护好你，我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想起来太晚了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不起。医生，医生，凡凡，不疼不疼，太好了，你可以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我已经替你想到了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是够阿姨住院费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记不清于小月的样子了？别吓我，医生，医生！从这份报告上来看，他的病情又加重了。你最好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接下来他的记忆会以逆时针的顺序开始逐渐消失。医生，我能带他回家吗？醒了，醒了！啊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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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去找小月吗？怎么在医院了？干嘛？你们这眼神，有事瞒着我？这什么记性啊！人家小月早就回家了，人家秦明月就是过来跟我们说这个事情的。嗯，是吗？啊，对，你那天太高兴了，撞到了脑袋，结果就进医院了。嗯，难怪呢，我说我脑袋怎么疼，我还以为我被人打了。脑袋疼，脑袋疼就要好好休息啊！哎哎哎，哎，我还要回四方菜馆，叔叔阿姨那边我来交代，你不相信我？嗯，那不就是了？所有一切东西都我来处理，你就好好休息，好吗？嗯。嗯。为什么不告诉凡凡啊？他有知道自己病情的权利。如果这病
可以治愈，我会实话告诉他。可是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不想他徒增烦恼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啊。如果不是因为救我妹妹，帆帆她也不会。小月是帆帆的朋友，她不会后悔的。他们现在知道你跟小月的关系了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他们可能还会对你不利，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，更要保护好小月。嗯，我会保护好小月的。对了，你经纪人不是不让你带小月回去吗？好好处理好这件事情，别让帆帆的努力白费了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。总之。